我一直都很想逃离死亡嘛，因为我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死了，死了以后我就完全与人隔绝，而且去一个更痛苦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能够死了以后不去这个地方，那该多好啊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爱关怀。70年代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杜佳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福音广播，一句话彻底解开了他心里多年的愁苦。信耶稣得永生，这句话就马上就把我的心给抓住了，觉得非常的有盼望。杜佳选择接受耶稣成为自己生命的救主。90年代，他去新加坡学神学，然而就在毕业之际，他的健康出现了大问题。我得了癌症了，而且医生叫我立刻，他说不能够拖，明天就要做手术。杜佳得的是乳腺癌，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尽管他已经成为传道人有10多年，但依然还是一时难以接受。怎么会是我得癌症呢？而且这个疾病很可能就是要面临死亡的，一下子就觉得不容易承受，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我就向神祷告。我说：“主啊，我生命差不多要终结的时候，那我这个信仰是不是能够真的帮助我，可以度过这个难关？就是对死亡的恐惧这个难关，我是不是能够真的可以上天堂？”杜佳这次的手术很成功，他顺利地度过了一个5年的安全期，吃完最后一颗药，大家一起为他庆祝。不过结果却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乐观。一检查，那医生说很不幸告诉你，你复发了，而且转移了。那么这个倒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。第一次的时候在新加坡的时候就我一个人，那死了就死了。第二次的时候就是挺明确的求神医治。经历了第一次的生死考验，杜佳更珍惜自己的日子，他开始积极配合医生的建议进行住院化疗。一针下去，10分钟之内我就休克了，就差几秒，那一次我已经死了。那我醒来以后，我想想，哦，如果这就是死的话，那个死亡的过程没那么可怕。但是化疗的过程却让他尝尽了苦头，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。一瓶化疗药打进去以后，马上成一个危重病人，然后那个全身那个骨头痛到一个地步，就像全身的骨头在燃烧，这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，就是痛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把以前所有的痛苦忘记了，就是忍不住了，就觉得除了痛哭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种痛苦。杜佳咬牙进行到第4次化疗，发现不仅没有效果，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部。这样的打击让人确实是挺绝望的。我已经付出了这么辛苦的代价，但是换来的结果告诉你说没有用。抱着一线希望，他决定再试一下当地最权威的肿瘤专家为他进行肝部的手术，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他彻底失望。他需要很准确，就把那个针插到那个肿瘤那里去。这种的方式就好像我们微波炉这样，插进去，他就把那个肿瘤给它煮熟了。那一次呢，居然那个麻醉没生效。这样一个出名的医生，这样一个有名的医生，他从来没有出过错，怎么这个错就发生在我身上啊？一个礼拜，他们又傻了眼了。他说旁边又长多2个，不行了，这个彻底不能治了，我就回家。杜佳一直压抑的情绪再也无法控制了，从下午一直到晚上，他都在询问上帝为什么。我还拍桌子了，
那个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现在记得很清楚，我把那个桌子拍得很响，我就跟上帝说，我说死我也不怕，我也知道我能够上天堂，可是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多的痛苦然后死呢？第二天醒来，我突然间那时候感受到我才五分钟啊，但是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几个小时，我就那一根针，很细的一根针，但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钉是多么的大。忽然间那个时候我感受到耶稣基督他所承受的痛苦，我所受的痛苦跟主耶稣所受的痛苦真是没得比。就那天早上，我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我说感谢主，也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能够经历到我这样的痛苦，而我居然在这样的痛苦里面也能过来了，我现在也不痛了，那是神的恩典，也是神给我的荣幸。杜佳决定停止治疗，医生提醒他，如果这样，他的生命也就剩3到6个月了。最后还是决定，我说主啊，我不活了，我就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不交在医生的手中了，但是我求你医治我。出院后，杜佳感觉身体状况开始有变化。我的身体呢，一天比一天好，然后头发又长出来了，头发没长长一点点，你觉得这种生命力在成长。3个月后，杜佳去复查，癌细胞已经停止生长了。从医学角度讲，这是非常好的现象。6年后，2013年，他再次复查，肿瘤已经一年比一年缩小和减少了。我很清楚，如果不是神迹，如果不是神出手的话，不是神要医治的话，是没有了，过不去了。在这2次的患病的经历哈，给我一个最深的一个感受，假如我们对永生已经有一个确据的话，在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，感受到那个压力就不会那么大，就不会绝望，经历到上帝给我的安慰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，就是有这个大平安在里面。